不是跟你们讲来这边做什么拍屋子还是什么，今天呢来这边呢就是要介绍你们吃这个很好吃的东西，所以现在我们立刻去找老板。老板，你喺度今日介绍咩俾我食啊？系啱啱啊，我介绍一个猪头龙过百碗嘅一日，50年嘅肥佬鱼干粉老板，卤猪肉，我哋叫红白，红白，哦，即系福建话叫红白啦，福建话红白，客家话讲红肉，哦，红肉，不过客家人都唔见菜，OK， 收。这个凤友是怎么样呢？然后我们来问一下老板，为什么这个凤友呢这样受欢迎？然后他是怎样去售卖的呢？然后整个制作过程呢都会拍到给你们看。OK， 如果要买的话呢，也可以在我以下链接点击进去买。老板呢在做着这个凤友啊，所以是很多的。然后你每一天都要做的是吧？哎，要啊。做到三更半夜，然后这个东西会很难做吗？啊，主要四个小时，药材要用到18度，重点就是烤窑过后，我们还要冬至2个小时，总共要6个小时，你们只需要用25分钟就可以吃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他吃的时候是怎么样的，等下我们就告诉你哦，怎样方便可以吃到那么久，煮那么久，然后那么好吃的一个红饭。 OK， 红油红油，好了，等下就再跟你们讲啦。老板，怎么你要这样子动他呢？哎呀，你要当他是爱人，爱人先动。Sorry children，那我那你知道它软不软呢？哦，要有一定的软度啊，就是煮完很大块哦。老板，这个是不是直接在一个袋里面呢、啊？就是它了。哦，我还会送你2个鸡脚，还会送2个鸡脚？我们自由，一流哦。哇，老板，那么酱黑啊，这个东西。哎，这个不叫黑。弄浓，来，我这边。哇，这个很大功夫哦！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？因为我们要把它的精华收回浓汁，把它收到浓浓，它的精华就是在这里了。OK， 搞定。反正呢啲系叫咩嘢？呢啲系叫做真材实料啊！今日带你嚟睇到呢啲真材实料嘅嘢啦。但系咧未试过唔知道，试咗先知。等我翻去试俾你嚟睇。废哟。OK， 所以现在这个咧，等下我们就要去弄了，然后他们要放，这些他们要放打边的，系咪啊，老细？系啊，睇下你嘅技术如何啊。哦，可以寄的，寄出去的，对不对？是要拿来寄的，这些是可以拿来寄的，所以是真材实料。然后呢，然后如果要吃的时候，有哪一种方式可以吃啊？就好像蒸啊，蒸有讲过了咯，然后拿去用水煮，就是泡它，啊，好像煮面鸡面一样，水滚，放进去20分钟，搞定。还最简单的方法。如果没有锅哎，然后家里只是有那个微波炉哎，更简单，买一个，一定要一个比较好的碗啊，倒进去，放进去定它，也是10多20分钟搞定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哇，这样方便啊！这样你煮了多少个钟啊？煮了4个钟，然后人家20分钟就可以吃了。哎，不止5、4个钟，超吃2个钟哎。哦，这样6个钟哦。6个钟的东西，然后现在20分钟就可以吃了哦，值值得哦。Nice。Okay， 现在呢我就回来了，所以我现在要开始煮来吃。然后现在呢，我就是
用蒸炉啦，因为我家里没有 microwave， 所以呢，如果你家里有 microwave 呢，是非常的方便的，你是可以用 microwave 叮一个20分钟呢就可以吃了，这样子一袋一袋的去蒸。现在呢就回到了我们试吃的环节了，对，所以今天呢你们也看了整个制作过程，然后还有看了非常煮了很久了，我其实我待在那边已经是4个小时，然后看他怎么煮，然后拍一些照，之前你们看的都是在那边等他煮好才拍的，对，所以今天呢首先先吃这封肉的时候给封肉的时候呢，我们先来测一下这一个黑面将军，还有这个招财猫凉茶。OK， 黑面将军跟招财猫凉茶呢，其实呢是在这个市场呢已经是有4年的历史了。所以其实，在很多的那个隔壁茶餐厅啊，或者是那些茶餐室啊，都有的卖。然后也可以在网络搜寻到，只要打黑将军凉茶，就可以在 Facebook 看到了。OK， 以下我会放 link。如果你们想要买的话，你们也可以 PM 那个 link， 可是没有寄到很远，因为这个是 fresh 的， okay, original fresh 的，没有防什么防腐剂那些。OK， 好，所以现在来到主角了，这个呢就是三层的 ，OK， 五花肉不是三层，这个就是五花肉。很软哦，一剁就穿了哦，不一定，所以它煮了很久。首先呢，要吃这些的时候呢，我们先要做什么？要尝试它的燥，它的燥是很硬。这个燥很松散哦。哇，对，所以呢，现在就拿一点。所以这一个的味道呢，其实呢它真的是很好，然后呢那个五花肉的那个花肉是非常的弹牙的 OK， 然后非常值得吃，然后很便宜，20分钟就可以吃了，人家煮了7个小时，然后你20分钟就能吃到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它这个嚼啊，其实我很喜欢吃这个，它比较有嚼劲。哇，我跟你讲，你吃了过后你会觉得你的人在发抖。OK 啦。所以今天试吃呢就吃到这边先，因为我还要跟我家人一起吃饭，所以如果你们想要买的话，有兴趣的可以在我以下的链接点进去买 OK。 So 我们呢今天呢这个 sample 完也行了，就到这边了 OK。 如果你喜欢的你就 like 或者是 share， 然后最重要你要 subscribe，你不喜欢的 ，OK， 你刷过就可以了，就是这样简单。我是没有问题的，我只是要拍我喜欢拍的东西，我想分享我的东西吧 ，OK， 分享我想分享的一些美食给你们 ，OK。喜欢我的朋友请订阅分享 ，OK， 然后还有 subscribe 记得 subscribe， 给，拜拜。